现在直播间4000个兄弟啊，5000个兄弟，有多少兄弟是每天跟主播直播一起练的兄弟？然后屏幕上扣个一打个卡，然后我看一下有多少人。这个袋子嘛，袋子撕掉你们给大家弹一下，弹一下。直播带练，雕刻腹肌麻线的，腹肌不是瘦下来的，对，瘦下来也不想要把你的腹肌块练得更大，然后腹肌之间的刻度线条更清晰明显好看的话，一定要去雕刻腹肌，也是肌肉，也是需要去雕刻它的，就像你要练胸练手臂一样的。你瘦下来只是说让你看着你的肚子更平一些，但是你要练出这种饱满这种补出来的这种腹肌，一定要多去雕刻。对，侧面看像出来了，对，当你把腹肌练得足够大，刻度足够明显的时候，腹肌收紧的时候，侧面看就是一块一块这样顶出来的，补出来的。所以说为什么主播每天都要练腹肌，加油。第一步吐气，这个雪碧袋在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处，你可以看一下。第一步吐气，把腹肌收紧。第二步骨盆后倾，臀部往前抵，保持骨盆后倾，这样的话整个身体才是更稳的，腹肌也是收紧的，这样去做身体才不会晃。然后第三步向上抬腿吐气，2 3 4 5 6 7 8 9 10，全程保持腹肌发力，向上抬腿吐气，向下还原吸气，3 2全程雕刻腹肌，加油。对，每天都会直播，兄弟们可以点关注，可以点关注，不点关注下次就刷不到了，不给主播点关注下次你就刷不到主播直播了。点了关注，大家什么时候想开始健身了，什么时候想开始行动了，什么时候想跟着主播把腹肌麻线练出来了，你就打开主播直播，每天都在的，自己一个人不知道怎么练的，或者自己一个人练的没有动力没有劲儿的，跟着主播直播一起练，每天都会直播的，每次直播给大家一个小时的腹肌雕刻两个训练，男生女生都会练的，雕刻腹肌的，鲨鱼肌嘛，鲨鱼肌是侧面的兄弟们。来，加油，准备下一组。这个雪碧袋在一号链接下方小黄车一号链接。准备下一组，下单收到之后，对，跟着练就可以了，不用担心怎么了，不用担心不会练，每天直播带大家一起练。第一步，先吐气，这样腹肌才能收紧。第二步，臀部往前抵，保持骨盆后倾。这样腹肌才能收紧，然后第三步，向上，双脚不要闭拢，闭拢的话你就只能练到前面的腹肌了。你要想把侧面的跟前面的同时练到的话，双脚分开，膝盖往外旋一点，这样侧面的鲨鱼肌、腹内外斜肌、腹直肌才能同时被雕刻到。OK， 来，第三步，向上抬腿吐气，腹肌发力，带动大腿往上抬。1 2 3 4 5 6 7 8 9 10，全程保持腹肌收紧，全程保持腹肌发力，向上抬腿吐气，向下放吸气，对，呼吸不要错了，向上的时候是腹肌收紧的时候，收紧怎么才能收紧，把你肚子里面的气吐掉，这样才能收紧，对吧？所以说你这样肌就可以了，不要怕肌困难，就是往上抬腿，你的腹肌是收紧的，你不可能吸气把空气吸到肚子里才收紧，对吧？吸气的时候肚子会变大的，你只有吐气把腹肌收紧，腹肌才收紧。所以说往上抬腿的时候吐气。这个是雪碧袋，兄弟们，雪碧袋就是专门雕刻腹肌用的。右下角，这个工具在右下角，兄弟们可以看一下。来，我们准备下一组。少吃点蛋白粉，就多吃点肉就可以。如果说你没
每天吃肉啊，吃鸡蛋啊，吃的多吃的够的话，你就不用再去补充钠镁了。其实吃肉，通过日常饮食蛋白质补充不够的情况下，可以去喝点蛋白粉。如果说你每天蛋白质吃够的话，你就不用去喝了。对，都是为了补充蛋白质啊。如果说你每天吃肉吃鸡蛋，蛋白质够了，就不用再去喝，去喝也是浪费。补充不够的话可以去喝。来，下一组，第一步吐气，把腹肌收紧。第二步，臀部往前抵，保持骨盆后倾。然后第三步，向上抬腿吐气。一、二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全程保持腹肌发力。向上抬腿吐气，向下放吸气，全程雕刻腹肌。欢迎收听家的粉团，感谢收听刷粉团。这个袋子嘛，袋子是在一号链接里面，这个雪碧袋是一号链接。大家如果说下单的，收到货之后不知道怎么练的，每天会直播带大家一起练。为什么这么红吗？除了通过单泵。除了通过单泵之后，肌肉的发力收缩刺激感更好，平时练肌肉找不到感觉的，训练前就涂一下，不要全身涂。比如说我现在是在大家练腹肌，我就是在腹肌上训练前涂了一下，涂了之后肌肉就会发热发红。单泵十二号链接是吧？单泵是这个，单泵十二号链接这个，有七种味道，好像七种味道。我这个是玫瑰的香味，玫瑰的味道。还有一个没有打开的，就是香橙的味道，橙子的味道，就是大家喜欢什么味道去，它也给你们不需要有香味的，也有原味的。训练前五分钟涂一下就可以。平时做俯卧撑练胸找不到感觉的，做引体向上练背找不到感觉的，训练前就涂一下，涂完肌肉会发热会发红，很正常的。它就是让你全程保持泵感，让你去训练的时候肌肉的发力收缩刺激感更好，训练的效果更好。加油！特别适合冬天，冬天比较冷，对吧？肌肉就不容易充血。冬天的时候，这个效果就涂了之后，肌肉就一直发热、发红、发烫，全程保持肌肉的泵感。训练前涂一下就可以，涂一下就可以，这个很简单的。就比如说你练胸，比如说你今天练胸做俯卧撑，训练前涂一下，涂均匀就可以。OK， 然后直接训练，一会儿就会发热发烫。现在我带大家练腹肌练了一个小时了，腹肌都还是红的，还是烫的，所以说它可以让你全程保持肌肉的充血、刺激、收缩更好。味道的话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味道去拍二号链接。再给大家谈一下，涂抹弹泵，这个是外用的，这个是外面涂的。对，除了发红很正常，发红很正常，它不仅会发红，它还会发热，就是让你训练的时候保持肌肉更好的刺激收缩，让你肌肉的发力感更好，收缩刺激感更好。吐气，背收紧，骨盆后倾，向上抬腿吐气。雪碧带是一号链接，然后这个涂抹弹泵是二号链接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。向上抬腿吐气，向下吸气。我涂了之后千万不要去抹眼睛啊！我刚才不小心抹了一下眼睛，眼睛都很发烫。涂了之后一定不要双手去摸脸，不要摸眼睛。感谢关注。每天都直播，对，每天都直播，兄弟们，可以先点个关注。大家什么时候想开始行动了，想把自己的腹肌雕刻出来了，跟着练就可以，坚持一到两个月。下一集是这个。这是腹直肌，这前面。
侧面的、前面的都可以从这边打。现在点赞才1000嘛，兄弟们。我们每人点10个赞，兄弟们，我们把点赞冲到10000，好不好？把点赞冲到10000。直播间这么多人，才1000点赞，兄弟们。然后我们点赞冲到10000就可以了，每人点赞10下就可以把点赞冲到10000。感谢兄弟们支持。然后每天直播带大家雕刻酷金，直接我们点赞往10000冲一波，每人点赞10下就可以了。来，加油，武器，腹肌收紧，臀部往前挤，保持活动心。然后第三步，向上抬腿，武器。练了多少组？今天差不多练完了，你们练了1个小时，9点开始练的。